我的意思你很明白，你不用急着回答我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。找时间我们再聊。那个，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你赶紧走吧，我要进去照顾你妈了。 给您放这儿了啊，有什么事您叫我。你来了，妈，曲和他让我跟你说，刚才对你态度不好，他跟你赔不是了。哎，妈，别难过嘛，曲和已经知道错了。那个，饭该凉了，你现在吃吗？ 哎呦，你管！有需要叫我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。 唱的好，哎，弟弟，哥请你喝杯酒。我不会喝酒，不会喝酒，没事儿，哥可以教你嘛。来喝一个，来来来，我不会喝酒。小兔崽子，你敢推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推我，你敢推我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小兔崽子。 你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孩子，你什么东西啊你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敢跑在我这儿撒野？仗着人多，几个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打开门做生意，我就不愿意得罪客人。但是谁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我也不怕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你看看整个酒吧街，我最配怕过谁？ 是不是要喝水啊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。我说不用你管呢，你活不了了是不是？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妈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跟我说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就使不上劲呢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帮你去弄不就完了吗？ 上厕所，你不早说！哎，你弄不动我，你又没多沉。哎，哎，哎，我说不用你管呢。哎呀，你别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把手放开，怎么不听话呢你？
啊，你可回来了！饭在锅里微波炉热下，我得赶快上班去了啊！我妈呢？哦，她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，说有个病人进了抢救室。你吃完饭了，连会儿请再睡啊。给你。啊？这什么？给你，这拿着问这么多干什么？ 你要上厕所你就叫我，我都在外面啊。不用你管了，你回去吧，不用你伺候我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至少我现在还是你的儿媳妇儿吧？你可以打我，也可以骂我，但你想轰我走，没门儿。有事叫我啊。 杜姐，老爷子算是暂时稳定住了。我回家帮他拿几件替换的衣服。这儿晚上你帮我多盯着点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眼皮都不带合的。当初挑你算是挑对了，你都辛苦了啊。应该的。 干啥呢你？哟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什么叫没看见呀？这么宽的大步走，明明你是故意的。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故意的？这么宽的道你怎么不走啊？你从后边把我撞的，你还有理了？你看看都傻了。哎呦，矫情什么呀？都是给你短尺寸尿的，你以为你干净到哪儿去啊你？你别抬过分啊！ 你在背后说我什么？我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不愿意搭理你。哎呦，你还怕我没说你啊？怕我没说你，你别钻那缺德事儿啊你！我怎么做缺德事儿了我？为了抢活，你不要钱，你都跟人家干，我没怎么干啊！你是嫉妒了吧？啊，没选你，气死你！见过那爱钱的，没见过像你这么往前眼里钻的。没见过你这样的，你是选你就是气的。你给我妈道歉。干嘛你？我让你给我妈道歉。家宝，把手放下来。 你还想要打人呢你？你就想打人怎么了？就打人怎么了？这真是丢什么吗？你又丢什么？儿子，抱抱你，求死你！穷养吧你，真是的，什么德行！妈，咱走，这活咱不干了。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松手，别胡闹。没胡闹，我现在可以挣钱了，我可以养着你，我不让你再干这种活。你赚什么钱呢？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和练琴，别的什么也别想，听见没有？ 这么晚了，干什么？拿的啥呀？这给你的。什么？我自己挣钱买的。你给我爸一人一条。你挣钱买的？你怎么挣的？哎，这你就别管了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走了。哎，儿子，这我刚看见，你这头怎么了呀？跟人打架了？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都破了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看看。不用你看。 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咱家再没钱，不该干的你也不能干，听见了没有？我干什么都比你在这伺候人强。说什么呢你？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了。你丫要不要拉倒。
怎么了？好了，别不高兴了。这是我给曲和他妈做的饭，还热乎呢，你再吃点吧。吃不下。家宝还小，他也是心疼你才这样的。我知道。这孩子，你别看他不声不响的，其实心思挺重的。说实在的，我要不是为了他，这份护工我真的不想干了。别说这样的丧气话，我觉得护工这工作挺好的。我觉得做任何工作，只要身正影直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。我是怕家宝啊，觉得我这个妈太丢人，太没用了。家宝肯定不会这么想。你看，他还送你这么漂亮的围巾呢，证明他心里是有你的。小夏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你说他究竟在外头干什么？哪来的钱呢？我真担心他走错道。要是那样，我跟他爸就真的没指望了。不会，我跟家宝相处这一段时间，我知道家宝不是那样的孩子。我现在觉得呀，是越大，我这个当妈的心里越没底儿了。你家彤彤还小，你不会明白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陌生，这心里有多难受。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叛逆期，家宝现在肯定是最叛逆的时候，我也是从那个阶段经历过来的。没事儿，过了这阶段就好了啊，别太伤心了。那我派人去了三次，你去一次就要回来了，行啊。小事儿，运气好。把钱收起来，家里来新人了。对，你上赌场那边盯一下。我走了，经理。三儿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就不用去了，你这么有本事，下午要不你再跑一趟。听你的，经理。五洲。哎，姐，你叫我。老洪那边怎么着了？要不下午你带洪忠再跑一趟。姐。那笔账我贴着要了三天也没要回来，他没皮没脸，我觉得没希望了。所以呀，我让你带红忠去一趟。姐，等好您。去。这个呢是去年巴黎和纽约时装周各大品牌推出的新品。现在我要你们指出认为独到的设计，并提出理由。反正神经还挺好啊，关着灯就想睡觉是吧？对不起老师，我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。家里有事关我屁事啊！迟到旷课，现在又在课堂上睡觉，你当自己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你要是真不愿意听我上课，可以滚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让你出去，没听见吗？出去！背宽从 V 量至 U，V 是 OB 的二分之一处。但如果肩胛骨隆起时，要增加尺寸，不要与后背混油。胸围一两英下为基准，从 D 开始，经后背的 EB， 然后通过 F 回到 D 量一圈，要水平量。量尺尺子内可放进量尺。中腰从 Y 经背后的 W 以及 Z 到 Y 量一圈，该尺寸再做礼服。轻轻松解决了吗？还是你有办法，几下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对付这种人啊，
他狠你得比他更狠，哪那么多好说好商量啊？你看见大灰狼对小白兔说你煮到锅里边去，好了以后让我吃的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也是，得以后啊我就跟你混了。行了，你的事儿三都跟我说过了，咱们俩现在也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倒霉，你是……哎，说什么呢？我们俩怎么不一样啊？你是运气不好，哼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不就被三儿给坑了吗？没事儿，怪谁啊？怪我自个儿笨呗，不在乎。你知道啊？那你可真大气，在我们北京这叫局气。咱俩今儿也算是经过事儿的人了，以后有事说话啊。哎，有警察。警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能让警察抓住。为什么呀？兄弟啊，打劫了！你别跑，兄弟，你别跑！打劫了，来人！哎，站住！打劫了，来人！打劫了，来人！警察抓人！哎哎哎，来，你先走，我把他们引开，快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往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！哎，走走走。哎，轻点轻点啊！废什么话，走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有些东西我没有听清楚，能不能再给我讲解一下？凭什么？凭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我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应该跟我讲解。刘老师，你不是说你是看在钱的份上才来这儿教课的吗？那我也希望你能看在钱的份上，把我不懂的再给我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也是花了很多钱才有机会坐在这儿上课的，而且对于我来说，这并不是一笔小钱。如果你不给我讲解的话，就是在变相的剥夺我的金钱。那你就把今天的课时费退给我吧。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啊，人真的是穷怕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不好意思，这跟穷不穷没关系。我认为，出来挣钱就应该尽职尽责，不是这样吗？如果你跟我说今天上课的内容，我就感谢你；如果你不肯跟我说，麻烦你把钱退给我。你说的这些问题，我是不会回答你的。不过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下次上课的时候，把你地摊上卖的那些衣服拿过来，然后挨个跟我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改。怎么会知道我摆地摊的？你呀，别着急，慢慢来啊！每天坚持这么走一走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你这个呀，真的不算太严重，心理压力不要太大。我就说你小姑娘，你现在说话可越来越像大夫了啊？有吗？慢点，每天听着听着，自然学会了。慢点，今天天真好。我回去给你拿件衣服吧，小心受凉。行，谢谢了啊。呦，你瞧你，就算不看小夏的面，咱姐俩也有交情啊。坐会儿啊。安和平。是你啊！你说二十多年不见了，你怎么还见我就跑啊？谁跑了？哎，腿怎么了？没事，小毛病。你来干什么了？你哪儿不好啊？不是，咱们厂老孙你知道吧？开货车的。哦。他住院了，我这不来看他来了。哎呦，他哪儿不对了？啊。岁数大了，毛病就多了。要不我带你一块看他去吧，他见你一定高兴。哎，
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你去吧。哎、走吧，我扶着你。哎、不用不用。哎，要不我背你？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行行，我跟你去，跟你去。哎，你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走啊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哎呀，不用扶我，自己行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。哎，哎，你不用扶我，你走走走。嗯、啊。没事，你前头走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过来！一会儿我带你去玩牌去啊。他红裤头穿了吗？肯定穿了。我想跟爸爸在一起。彤彤，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跟红征一起出去的吗？啊。他怎么没回来呢？他怎么了？静姐。你去哪儿了？啊，遇到俩朋友喝点酒，怎么了？钱丢了？没有，红中红中啊，你是真有本事啊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我给你点零花钱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干吧，亏不了你。好嘞，静姐。哎，彤彤，走，走了啊。你不是被警察抓走了吗？搁谁呀、啊？路子野着呢。我是红中认识了吧？看什么呀？甭看了，我知道我帅。喝两盅去。小心小心。你说，上个礼拜还好好的呢，怎么这人说走就走了呀？他家人怎么没来呀、啊？自打老孙住院呀，到现在两个多星期了，没见他儿子儿媳妇来过几次。哎呀，老孙呀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我知道有多苦啊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你说临了的，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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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爸！现在哭有什么用？你说，来来来，走，走，休息。行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别，我还是扶着嘛，啊、小心点啊。我记着你儿子好像在北京吧？对，在北京。结婚了吗？结了。哦。儿媳妇儿对你还行吧？嗯，还行。你看我这一生病，里里外外都他一人伺候，还行。嗯。还是你有福气啊。老伴儿也在北京，没有，早过世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你看我不知道。没事。哎，你到北京来？哦，我来玩一玩。啊、哦，跟老伴儿一块儿啊？我现在啊，也跟你一样，一个人。啊。哦。找你半天了，小杜。嗯，这是你儿媳妇？哎，没有，这是我一朋友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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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以前的。这是我老乡。啊啊。哎，小杜啊，你别说我出来转这一圈，我还真挺累的，是吧？嗯，你扶我回去吧。啊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啊，再见啊。哎，你回去了？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再见啊。好，那你慢点啊。哎哎哎。哎，你住哪个病房啊？改天我看你来。行，回头再说啊，回头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说这一女的开那么多家赌场，到底多少家啊？都在哪儿啊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我感兴趣，好奇呗。我要有背景，哥们儿开的比她强。瞧那女的。长得跟猪似的，脾气还那么暴。哎，我算发现了，这社会女的要狠起来比男的狠。这些年没少受苦吧，兄弟？有什么话说出来，啊，别憋在心里边。瞧你那样，别
憋成什么样了？我看着我都不舒服。信不过我是吧？我是偷了我媳妇的钱，从家里跑出来的。我媳妇为了找我和我孩子，报了警，还到处发传单。我好赌，可是我戒不掉。我现在不但把自己搭进去了，我连我儿子也给搭进去了。虽然赵静对你挺好的，对孩子也不错啊，我在他眼里就是一条狗，我是一条被圈养的狗，我儿子就是个狗崽子。他喜欢他就拿过来抱一抱，他不喜欢他就扔给三儿。三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他能带孩子，要担心把孩子要回来。我要是能要回来，我不是早就要了吗？我要不回来，我有好几次我都要跑了。为什么跑不了？我儿子在他那儿呢。行行行，可以。别说了，还是我自己没出息。行行行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做。不用做了，曲和啊，今天咱们就叫点外卖吧。我看你们这些天也跟着我折腾得够呛，咱们今天就简单吃点外卖，然后都早点歇着吧。嗨，没事儿，我们又不累。我去做，家里做，安全干净。我去了啊。哎，你看这孩子，叫他歇着还不领情。生气了？我生气有用吗？来，你也累了，给你捏捏。是你员工，他才多大呀？就是你的员工，他多大呀？16，知道了吗？你要不让他走，我告你雇佣童工，你信不信？陈家宝，你多大？佩剑让我留下来吧。
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，赶紧，你赶紧赶紧赶紧走走走。你什么孩子，该来这地方了，好好上学。这红淼啊，接电话呀，真是。就住对面，怎么了？电话在里头，但是没有人接，你知道吗？我快急死了！洪淼，洪淼！行了行了，别喊了，你这样喊也没用。我去物业那儿看看，他们那应该有备用钥匙。那你不早点说？我早问你，你也不说啊！哎，那你快点啊！家宝，家宝，站住！陈家宝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你还来气呢啊？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和练琴，谁让你赚钱了？我缺着你吃了还是缺你喝了？又怎么了？刚回来就发这么大的火啊？问你儿子去。医生说了，要经常活活血。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小夏，你怨过我没有啊？怨什么？自从你跟曲和好上，我就没给过你好脸色。哦，我不怨你。其实，你就像个老小孩。很多时候。你说好多话其实都是有口无心的，我知道。再说你是曲和的妈妈，我要跟你过不去，曲和夹在中间，他该有多为难呀。还是你懂事儿啊，难怪曲和喜欢你呢。这要是崔瑶，才不会替曲和想这么多呢。崔瑶是女强人，估计她应该很忙吧。肯定是因为忙而顾不上。行了，我们不提崔瑶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我想清楚了一件事儿。人家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看我倒下这么长时间，把你累的，真是难为你了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，还跟我客气了？你也别太悲观。医生说了，你恢复的已经很好了，只要多加锻炼，马上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。
只要你能跟启和好好的，我就是恢复不到以前那样，我心里也踏实啊。哎呀，哎行，小夏，以前的事儿能不能就让它全过去了？以后咱们跟曲和好好的过日子，行吗？想接个电话。喂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饭菜都做好了。什么？行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怎么了？洪淼自杀进医院了。啊！妈，我得去一趟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！我们尽快回来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我们已经给他洗过胃了，幸好呢服用不是很多，打完这个吊瓶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您，大夫。不客气。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？我说了我没有自杀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阿明要你吃个半瓶，不是自杀是什么？我就是睡不着，然后我就吃了两片，结果还睡不着，然后我就吃着吃着睡着了。所以你就把安眠药当成糖豆吃了。洪淼，如果不是我今天跟曲老师来得早的话，你可能明天都上北京头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至于吧？我告诉你，洪淼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你哥，你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哎。这又是什么表情啊？我说了我没自杀。哦，就因为你喜欢夏白露不喜欢我，我就自杀呀？我洪淼还不至于那么没气色。那你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心里不痛快，而且我觉得是我害阿姨进的医院。我之前对你说的话呢，太重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妈住院和你没关系，那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自己家里的事情。那你不生气了？不生气了。那我以后可以去找你了。我就知道。电话，洪淼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洗了胃，没事了。这孩子到底为什么要自杀呀？你不知道啊？洪淼喜欢曲和，怪不得。但是曲和不喜欢洪淼，要闹自杀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他们这兄妹俩是不是欠你们夫妻俩的？哥哥带进去不说，妹妹现在也在里面要死要活的。我先过去看看他。哎，等等，那个红龙最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怎么了？我也觉得挺纳闷的，给他打了几次电话，要不然就不接，要不然就说几句就挂了。他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要知道我还问你啊。那行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过去看看啊。洪淼，谢谢你能喜欢我，真的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认真地对待这份感情。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道歉。还有，感情这个东西，不是说一时的脸红、心跳和热情，它还包含了很多东西。比如呢？比如责任和尊重。
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负责，同时尊重别人的感情。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只能说谢谢和对不起，因为我已经有了夏白露。那你爱夏白露吗？我哥说他一开始对夏白露就是可怜他，你敢说你对夏白露不是可怜他吗？怎么看你们俩也不像一路人。夏白露，所以还在等待，因为有你在，所以还相信未来。因为相信爱，所以还在等待，因为有你在，所以还相信未来。因为看到路，所以不怕分开，就算再失败重来。短暂的相见，便常常思念，相拥的幸福，流着泪露出笑颜，梦中再出现过去的笑脸，曾经的关怀相风走向前，就算再寂寞，也不羡慕绚丽烟火。我悄悄绽放，希望你能发现，与你能